且喺佢哋嘅温布莱主场啊，迎战利物浦特，今届嚟讲热刺啊，大部分嘅分数咧都系嚟自作客噶，佢哋主场威力麻麻地嘅啫。孙兴敏喺呢个亚洲杯啊完成任务之后咧，系翻翻嚟热刺，佢都算帮到手噶。呢个射门啊都几近薄，可惜去到37分钟嘅时候咧，温布特啊就凭咗一个角球，由佢哋嘅中坚啊卡夫卡治顶成1-0。呢、這个波罗里斯有少少系判断系失误咗嘅，一冲出嚟发觉咦唔到啦，亦都过咗龙吓。达文逊山齐士以一敌二吓，就唔够系吓呢个卡夫卡治嚟啦，俾佢顶成1-0。上半场领先1球嘅，下半场即刻换人啊，换入咗呢个卢卡斯穆勒，亦都激活咗呢个中前场。呢、這个传中波其实好靓。马利艾帕系差到个波，唔系啊，路兰迪噶，反应好快啦吓，奔波时打，但系路兰迪最后咧就选择用膝头哥咧去谂住射门，点知咧个波系射高咗，唔能够追平，咁跟住又有机会啊，又系路兰迪，首先咧就系亚特维特咧缠住啊，嗰个撩射，又系逃唔过奔波时打嘅脚。今場波奔赴士打嗰個表現係好，盧卡斯穆勒被撞跌，球證又冇吹罰，呢邊再嚟個係禁射，射得靚㗎啦已經嚇。丹尼盧斯，但係俾後備上陣嘅韋莫治咧護空門啊！呢、這個直線，盧卡斯穆勒俾咗魯蘭迪，山倒，跟住跌咗落去孫興敏嘅腳下。有理冇理啦，劲射，追成1-1，射得好劲啊！幸好亦都够高度啊，因为奔科士丹坐低咗。去到比赛嘅尾段，今届吓英超嘅头槌王啊，唔系讲入波嘅洛兰迪啊，就系讲热刺今届吓，佢哋有12个嘅联赛入波都系嚟自吓系头槌嘅。呢个是第13个的头槌入波，亦都是靠路兰迪的头槌啊，顶成2-1，带领热刺击败了屈福特。我睇翻全场的精华片段啊，咁啊，沙咸顿咧就上半场的发挥一般啊，反而水晶宫咧就几入局噶。咁啊，唐新呢个波咧就俾咧罗美奥侵犯咗，咁但系球证马连拿好嘢喎，俾咗得益喎啊。跟住咧就沙呢个波攞攞，跟住吸翻个大位，咪即刻起脚噶，咁啊射过咧就割草式嘅波，咪收水咗咧就换咗亚历斯麦加菲嘅，咪呢球波就系沙今届第4个联赛入波嘅。咪近况咧就水晶宫喺作客嘅情况咧吓，真系唔错噶，咪场场波都有波入嘅。咁啊上半场咧合理啦个战果，咁但下半场出嚟咧，咪沙唔顿。都 OK 噶，有少少改善嘅。但首先睇下咧，就沙哥呢个波啦吓，虽然有少少晕吓，咁啊混乱之中个波弹喺面前。咁但一射嗰时候咧，啱啱好吓，佢呢个八界线咧就逼拿力头槌解围咗，否则呢个波咧就可以2-0嘅。咁下半场咧就经过几个调动啦吓，咁转咗咧就打4个后防，咪摆多一个中场球员喺度，咪包括后备入踢嘅岩士堂啦、阿里安劳斯等等啊。我揾到一個攔位傳中，最終咧就係莫特包斯追成1-1噶。咁啊呢個組織喺左邊咧都做得好啊，幾個短傳，首先係泰格岩士堂俾翻泰格，再吸翻個波出嚟，俾咧就岩士堂喎。誒呢個咧就莫特包斯嚇，啊連續兩場波莫特包斯都有進帳喎。好啦，去到80分鐘呢下咧就射埋嚟，丹尼京斯羅美奧，我轉過嚟，咁呢段時間咧就沙岩同個勢啊真係唔錯嚇。岩士堂攞过，但系咧就过唔到哥阿达。我呢场波咧就哥阿达代替咗史帕朗尼啦吓，都 OK 噶，咪都有咧就3-4个咧就精彩嘅扑救嘅。咪去到咧就下半场嘅尾段啦，咪一个咧就嗱睇埋呢个进攻先吓，咪加法，咪当时咧就汤坚斯啊受伤啦吓，解围出嚟一攞起到脚，咁但系咧又系过唔到呢边门将咧就系斯麦加菲。射波球員咧就米利和耶域噶，我當劍師最終咧就去到下半場嘅尾段咧都要咧退下火線，因為受傷，由呢個丹恩後備入替嘅。
嗱，就係講喺呢下嗱，莫特包斯嗱冇乜嘢啊，呢個波啊撞一撞咧就沙下。咁但系咧就沃特巴斯系咪挑衅咧？咪又唔知道喎。咁但系沙亚就好燥，咪结果咧就两黄一红，咪马连拿赶咗沙亚出场啊！咪结果呢场波系双方打成平手1-1。可能系呢个晚上最令人意外嘅一场比赛啦，班尼茅夫主场面对住车路士啊！车路士其实在开波早段踢得挺好的，一直压住对方来踢，新加盟的希古恩这场波打正选，但是其实就没什么表现的。相反这场波他们开波最好的一次机会来自一位中场球员高华杰接入禁区，近距离顶个头槌还没弹出，这个波接不入就真的有点不抵了。事关原来慢镜可以交代回，是对方的门将保罗克一个很漂亮的扑救，单手将球插上条尾道，如果不是车路士已经能够先开纪录了。头30分钟可以说是车路士控制战局，班尼茅夫去到上半场的尾段先只是似翻啲样，但去到下半场形势可以说是相当之不同了。开波没耐发现了分几钟已经入波出现了，班尼茅夫一次很漂亮的攻势，左手边很有耐性组织，最终将球是 cut 翻在12码点附近，布鲁斯好像有后眼咁样嘅，望都冇望就传中，找到系自己队友经济搞掂，跟住大卫路易斯一次失误啊，令到班尼茅夫一个反击机会，又系简单组织啦，又系前面呢两拳系眉来眼去噃，今次就头套布里啦，经济造就翻布鲁斯，去到禁区入边非常冷静啊，先吸过咧大卫路易斯，跟住得手，好简单嘅啫，一溜溜上嚟，最终呢个传中亦都系冇越位啊，一吸就翻上自己嘅左脚射翻个近柱位。令到車路士的領先落後形勢變成了兩球，跟住看到另一個很漂亮的組織，有來自班尼茅夫的幾下簡單的傳送，三爬兩撥已經做到入禁區入面了，去到射手的經治面前做最簡單的事，佳尼和史丹尼斯拿斯兩下第一時間的傳送，可以令到自己的隊友把握到3-0的比數，可以說令人完全意外。跟住咧，车路士亦都有一次嘅头槌攻门啦，可惜咧过唔到，今日依然相当出色嘅门将保罗克啊，今日咧系见波扑波啊，保罗克呢个波落地都够快啊，付出咗一次嘅攻势，跟住去到最后嘅阶段啊，补时阶段后边入替嘅丹尼斯搞掂埋斋波，4-0亦都系平咗今届班尼茅夫最大的贏波紀錄，4-0擊敗車路士，可以話一場絕對冷門的賽果。榜首的利物浦在主場迎戰位處中游的里斯特城，不嬲里斯特城啦，都是一隊很難對付的球隊嚟。咁但係呢場比賽啦，利物浦係有一個好開始嘅。只是2分鐘到嘅啫，咁啊，見到呢邊嘅沙利奧文尼已經為利物浦先開紀錄嘅。咁當時咧就喺禁區裏面啦，文尼第一下立得好靚嘅，連隨擺個態，睇準個遠處嘅網側，將個波就係慢流尾袋趟。賽前有啲落線同落波啦，其實咧就亦都影響到咧比賽嘅場地啊。呢個波亦都見到分明路。腳背咧夾翻入嚟咧，跟住一個燙射咧，俾加斯帕舒米高計鬥到啊！呢個嘅撲救咧，其實咧就睇翻咧，即係相當之關鍵，好大機會擴大比數噶嚇。咁但係跟住咧就係利物浦後防方面有啲煩躁，咁啊見到阿里遜呢球波咧就解圍俾阿華迪咧就困到下，爭啲就失波噶啦。咁但係可惜呢球波最終頂埋佢嘅時間咧，個效果真係有啲係不似預期啦。呢場波咧就李斯特城。門前都有一啲機會啊，但係就以一個字為主啊，就塔字為主啊。因為睇翻呢一個嘅攻勢咧，彎入嚟啦，一輪混戰啦，呢度插一腳啦，就安迪迪，跟住志維爾頂翻入去中間，完全冇人掹街噶。雖然最尾嗰個都係塔嘅，但係就喺完場前、完半場前嘅一刻咧，為李斯特城咧係追成平手嘅。呢球波之所以輸個罰球咧，就真係要怪一怪阿羅伯臣。當時埋嚟咧就係即係無需要情況底下就犯規，咁啊結果。去到上半場最後一擊，其實就送咗俾李斯特城。下半場出嚟，大家其實咧都幾慾緊嘅，有機會係反勝嘅李斯特城。但可惜呢球波，哈利麥加亞頂翻埋你嘅時間啦。費明奴嘅差啲擺烏龍，俾門將方面阿里遜咧就係解到圍。
咁從角度嘅眼鏡咧，發現咧就當時麥佳雅咧就一路埋緊佢嘅時候咧，都唔知道想點做嘅。睇落最初想試攻門嘅，跟住睇翻呢邊咧，見到咧就係軒達臣嘅出波啦，推入嚟中間一個射波，亦都救得相當之精彩啊！講緊卡斯帕孫偉高，啊推入去呢個射波咧，已經射得相當之靚嘅。講緊咧就係一路壓埋嚟嘅費明龍。去到比賽尾段啦，李斯特城越褪越厚噶啦，利物浦不停嘗試，但係最終都係無功而還。七連勝之後，終於和波收場啦。最終呢場比賽打和。